要做理性的国民。六十五岁以前，咱这长辈拢替地方咧拍拼，拢咧交税金。六十五岁了后，十都内底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中市、高雄市，全部拢是市政府咧拿。干那咱台南市，咱家己爱拿，这是足无道理的。所以，我才会主张讲，老人健保跟你比较其他五都。三工钱，恁一个人去领着3000块，我甲你讲，若无我讲要补助1万，黄市长袂当给你3000啊。所以明年开始，我专业补助老人健保，一人1万，9912，拢总补额度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营养午餐，你台湾袂当听好，有无？阿明年。阿伯若十一月二才当选，阿明年下下年中午餐不免钱，爸爸妈妈加钱负担，安尼好唔好？哦，哇，你看伊个老公，我感觉加钱爸爸妈妈负担。其实少年人饲囝，我也感觉生囝简单，饲囝困难啦，吼。所以营养午餐免费，这是我甲方一方共同的政策。一旦有1000亿通好用，有1000亿通好用，所以生囝补助第一梯，咱补助3万，安尼好？啊，你若生第二梯以上，我补助5万，安尼好无？所以你若是一梯生双生，第一梯就生双生，安尼多领8万，无足济啦。生囝困难，生囝简单，饲囝困难啊，所以。那到生了，咱来个到期，来个到期，别个到期，尿珠啊唔免钱，一个红孩啊出世，到伊打掉唔免下尿珠啊，拢总的3岁半左右，爱甲咱下4000领的尿珠啊。咱台南市有一个足出名的尿珠啊商，叫做汤阿香，迄个人真好，当市长，世界一流的尿珠啊拢伫工厂生产，所以。我来向你讲，未来台南市出世的红孩啊，所有的尿珠啊，拢由市政府来下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安尼你阁会当升4万，升4万。蔡英文总统，伊一个红孩啊，中央哦，一个月第一梯一个月阁贴你5000，你若家己穿，无送来公立的托儿所，家己顾，你若家己顾，伊一个月贴你5000。第二梯贴你6000，第三梯一个月贴你7000，我做市长，一个月我搁加3000，安尼你一个月就8000至1万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减轻咱遮少年人生囝饲囝的负担。爱有少年人生会起，带会起。少年人来多厝，莫讲伊买袂起啊，足侪人买袂起的，食头路20冬都买袂起。所以万物拢起，薪水无起，只有用补贴，予少年人带起、生起、饲会起。所以未来，歹势啊，3859的，把伊得着着，吼、哦，谢谢你。未来少年人带着咱的社会主体，00688，你甲市政府岁数，第一档、第二档唔免租金，多免钱的。第三档、第四档租金拍6折，第五档、第六档租金拍8折。那么租厝的这段时间，你咱的手续拢比押金，就是将来你若有能力买厝，这厝要卖你，你这住10档、8档，你所咱的手续就拄厝的押金。我若要卖你200万，啊，你这段中间已经交20万的租金吗？安尼我着，甲你扣20万，你存108万，别人要买爱200万，你本来有税收的，你缴的厝税钱，就是拄对你买厝的钱去，安尼有税无？有减轻少年人的负担无？啊，若无，恁即摆买袂起。但是我必须用着台南市的资源，我用农资力干建商换厝，换厝了后。建商伊也有厝人去，有厝人买，
咱搬倒来厝，就予少年人甲咱一般绿色团体，咱来出租予伊。等到将来又是你变起来，啊，伊有能力买厝，咱就甲伊那个租金靠厝钱，哦，靠价金起来。安尼，这就是张灿龙做市长，苏南成市长的马上办中心，张灿龙做市长，科工区的00688。迄就是当时行政院的副院长林信义，迄咱台南人啊，咱台南人啊，所以提出这个00688，啊，土地你小小若要买的时阵，把你这段中间所纳的租金、地价金，无简单。这就是道理，一般人大家拢无艰苦，拢唔是道理的平人。所以苏南成老师就甲我讲，你免惊法官甲你办。检察官敢甲你办，法官也唔敢甲你骗。我讲为什么？伊讲你就是多利市民，无人会判你有罪。你若官商勾结，多利结平民，啊，你保证关甲生杀无？所以苏南成老市长，给我打一拳，我的智慧有开啊！未来我会做一个梦幻主题乐园，幸福台南的囡仔。一个梦幻的回忆，40年来，咱的儿童乐园人废掉去，拢无个去。所以，梦幻主题乐园一定会伫咱台南成立。冰雪奇缘系列，未来 Elsa 你认识吗？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你认识安娜吗？安娜你也认识。我让他们来台南驻点陪你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好不？当然啦、啊。你看，囡仔有梦啊，咱来予伊有梦啊，有梦相随，希望相随，即咱台南的主题。上大牌的律师阿扁也讲，但是阿扁也讲，无迄个律师会当一摆收720万做顾问费，拄我干那黄伟哲干尔，吼、哦，啊干个，我甲你讲嘛，啥物代志都敢做落啦，啊无影干就紧做嘛，未来入去管的也是同款伊啦。所以，中介为咱这老人囡仔拍拼，为咱台南市要来翻转。台南需要一个有魄力的市长，对不对？对。有魄力的市长要倒出来啊！必须要有魄力的市民。11月二日，期待恁做一个有魄力的市民，有智慧的市民，做出智慧的选择，选出一个有魄力的议员，彭一峰，好不？好。选出一个有魄力的市长，贾良凯，好。好。感谢你，你敢知道？恁这款战声对啦，我安尼一间一间拜啦，你头只烟嘛，我讲，我愈拜愈感动，愈拜愈有信心嘛。哦，拜托大家，望恁的疼惜，社会人本疼疼人孙，在地分一通，吃两界，拜托恁，恁给我4担，我给恁怀念40担，会记的，我做4担无要连任，恁给我4担。我给您怀念40担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大家，感谢您。